11月6日，某节目嘉宾杜江在接受媒体群访时透露了儿子恩哼诸多日常趣事，亦分享了不少自己的教子理念。早前节目另一位嘉宾陈小春在受访时表示极不赞成儿子 Jasper 日后进娱乐圈发展，当有媒体问及杜江是否愿意恩哼踏入演艺圈时，杜江坦言没那么反对，但也没有特别支持。至于恩哼是否喜欢节目中发酵出来的阿哈这个新英文名，杜江笑称他还是更喜欢叫自己丹尼尔多一点。